我能不能往生，我能不能成佛，答案是肯定的，能。你只要相信，只要依这个方法，平等成就，啊，下面翻过来说，若独言救命自信，这就是明心见性，不靠阿弥陀佛，我自己来修持，啊，可以达到明心见性。是的，这样什么样人？为上智所看人，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，他所修的法门为戒上上根人，不是上上根，走他那个法门不会成就的，啊，一定是上上根。跟净土宗完全不一样，净土宗能解凡愚，同生极乐国，啊，能大师解上上根人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都没有分，何况凡夫，啊，法门无量。戒言根性不相同啊，有些法门为戒上智，有些法门为戒中下，独有净宗这个法门，从上上根到下下根，通通都戒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